这件事儿我一直挺奇怪的。你说，你为什么会喜欢一面瘫呢？谁让你说他是面瘫？不是面瘫，那是什么？人家那叫高冷。嘿，你说，我第一次见到景然呢，是在我大学的时候，他比我大四届。嗯，谢谢，谢谢白阿姨。太好了，这就对了。来，阿姨给你戴上。低头，谢谢白阿姨。哎呀，哎，儿子，嗯，不行，我带不进去，你来帮我一下。好，我来吧。嗯，来。嗯，不好意思，扯到你头发了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小心一点。这真漂亮，这特别配你。大爷，是不是水果？我给你弄点苹果。哦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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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千万别动啊！那我给你倒杯水。不用不用你啊！呵，你看看你架子上这些小东西。